想顾孩子却推卸责任，克雷斯怒斥没规矩。来来，我也要。快点进来，快点。什么东西？他们在家里搭帐篷，哎，好可爱哦！可爱啊，可怕，很可爱吗？很可爱。因为本来是要出去大安森林公园搭帐篷，就那天天气有点阴，因为答应了嘛，所以我刚好也不在。然后老公就说：“好，那你就在家里搭帐篷。”很好啊，很棒哎，对，听起来很不错。可是帐篷里面有炸鸡，有可乐，然后有饼干。他刚打翻的是水吗？对，水啊，后面还有可乐。所以我们问题就是。爸爸看到女儿把水打翻，这时候会有什么反应呢？他刚刚听起来笑得很开心，对啊，好像是超开心的。对，你觉得会有什么？我觉得他应该就是会哈哈打翻了，那再打翻一个一起玩吧。那回来踩水吧，没关系，回来已经变池塘了。会不会他真的就是模拟城市真的是草地，然后就跟他们说没关系，那个是草地这样子，等一下就干了。我觉得女儿的话是 OK 了，儿子就不好说了。女儿打翻水 ，OK 的，爸爸擦。那儿子呢？对，儿子打翻水，给我喝掉。手残是不是？这差别待遇太生气了。他直接撸地板。真的是幸好打翻水而已。我们来看一下一下。还好是水，不是可乐，对不对？没关系，这里是大安森林公园。哎呦，他们不是每天都这样。啊，这是我的，你打翻了就变我的。不会怎样的，先不吧。阿翔到底要喝多少东西啊？所以没有整理耶，没有啊，没有整理，超可怕。他玩什么呢？大哥就在这里啊！哎，这样子。要玩的进去里面排队。呼，我第一个了。好。呼，然后里面全部都是那个炸鸡血，好可爱哦。现在爸爸也够累的，他腰蛮好的，瘦啊，他想腰蛮好，累了。哦，妈妈来了，妈妈。你跟妈妈讲，你刚刚在这边玩什么？炸球球。都是你们要玩的，对不对？哦，天哪，我们在里面吃炸鸡，平常我们在地上啊。那个是奶奶掉的。你们真的以为在外面野餐哦？因为外面下雨啊，我们在这里。哎，刚刚有下雨，我们躲起来，对不对？好脏哦！好恶心哦！哎呀！哪有？大女儿说：“哎呀！”哎呀！女儿一定会顺着爸爸的话说：“这里是大安森林公园啊！”对，他们小朋友还是很喜欢跟爸爸玩，因为跟爸爸玩就很没有规定，对，还可以撒娇啊、耍赖啊。你看，是因为毕竟他们在假大安森林公园。真客厅露营，但如果有些规矩的话，就不像在露营了。对啦，在家里啊，我们看一下 B C 啊。没有吧？能讲故事吗？没有，没有恶心，只有那个。好，对不起，只有炸鸡血，然后还有饮料，然后还有披萨在。披萨，走开。哈哈哈哈哈！走开。请让我加入。真的是女儿，觉得很棒啊！真的是在，他从桌上捡了一个炸鸡，对，在你身上，在家里，你好像被拉到现实，真的家里。他们狗狗还有在吃哦，真的，妈妈，那狗狗有在吃鸡腿，真的，那是我们家很美，我们家很美。就那只狗跟鸡腿躺在地上，这样是真的狗吗？假的狗？玩偶，玩偶，就派爸爸来大扫除。大家一起扫，没有人回应。他们都去忙了吗？跑的跑，逃的逃，出去玩了。有一个，我真心觉得恶心。还好啦，给擦一擦就好了。还有一个，你觉得还好？对啊，因为玩得很开心。我们刚刚有溜滑梯，还有荡秋千。对，然后他还在吃炸鸡。对啊，还没，还没有。我等一下，星星就回来了啊。
好啦，你们不可以去阳台，我用。好啊。好，